我的头上面。你现在戴头箍比较快。好，都可以了吗？好，先准备咯，预备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开始。哎，没错，不是刚过年，是，对对对，因为在跨年的。过程中我踩到我们家狗狗的黄金，然后以黄金最后跨年，也是蛮傻眼，而且还热热温温的感觉。一脚，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2017年会旺旺旺。他会不会希望2017年改变旺旺旺？当然，希望希望，但是现在好像思绪不在感情上，现在比较想要放在工作上这样。对，但是也要感情也是要旺啦，对，旺旺旺，今年应该是勾勾勾啦，应该是今年。好。其实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唱 Sugar Rush， 然后蛮紧张的，但是因为今天还好，今天就是微微的，因为毕竟手机还是重点嘛。所以今天还是有一种重拾歌手，没想到2017年的第一天还可以重拾歌手的感觉，蛮好的。哦，哎，你知道？对，我今天真的没有忘词，但是对，今天没忘词啊！我天啊，我这个形象不是忘词就是踩到大便，好像没有什么太有可以有什么比较好一点的形象吗？应该有吧？性感。性感希望可以啦，对，对我现在没有，现在已经稍微退下来一点，因为最近已经宣传期过了，现在是本土的，没有啦，就是反正现在还是有光环在，然后但是还是要再更努力才可以更好。2017年，其实我个人是抱持着很平平顺顺的心态，我没有，我觉得会有什么突破就会有，我是比较逆来顺受型的，就是有什么来我就会表现，然后有什么好的事情就要把它做好。最近会有表演，这可以讲吗？不能讲，但是最近很快过没几天就表演了。但你们应该也会都会在啦，对，你们应该会在吧？我觉得是你们会在啦，我会会。这表演就没几天的事了，所以最近都在练舞。他说的，下面的人，我没说，我没有什么，你说什么？他说不能讲啊，你刚刚为什么要说？你问别的比较别的，我就回答你。你问稍微别种的，我可以回答你。你再问一次，亮点吗？那个亮点呢，可能就是我没有说我要干嘛，对吧？对，我没说。我那个亮点就是我会模仿某个团体。对，然后比较，哇，这问太多，问太细，不能回答，回答会被那个单位杀了。还是你问比较别种的，我可以回答。人数怎样算多？没有10个以上。那个是近期韩国非常红的团体。对，没错，楼下的没错。好了，我今天算是讲很多了，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因为他们刚刚有叮咛我不能讲太多，但是因为我刚什么也没说，我没说。好。回顾去年的成绩，你为什么要笑？回顾去年的成绩，其实去年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转变很大的一年，然后也是大家对我有所改观的一年吧。不但唱歌又跳舞，然后又不受控，然后有一点点幽默感。那我希望今年会有不一样的突破，可以让大家看到比较不同的我，就是不是只有这样而已，希望而已。你说突破是脱衣服的突破？其实我很想拍电影，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电影上的突破，然后
其实现在一直在看剧本，然后因为由于我比较龟毛，我现在找不到戏拍。对，因为我这次想要好好的选择一个，真正很喜欢的一个作品，是可以展现出一个不同样子的我的作品。对，不然大家会觉得我太开玩笑。对，我很欣赏舒淇姐姐的每一个电影的演出，然后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以她为目标前进，对，然后可以演到一个自己喜欢的，不管是戏剧或是电影作品都可以。对。哎呦，其实我们离去年不久，所以还可以问，就是这次特别请到也是我心中的男神以豪，哎，现在以豪好害羞。就是请以豪来拍我的 MV， 然后被亲了额头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象性的谈恋爱。对，你们应该口袋有名单了吧？你们这样问，你说汤豪吗？嗯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汤豪。我觉得拍 MV 有点太无聊，因为我就拍 MV 就太没梗了。就你们说，哎，怎么又来？我觉得应该要就是有一个音乐作品上的合作，我们可以来个热舞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像不错哎，因为我觉得拍 MV 就是你知道这种小情小爱太多无趣，所以我觉得要比较国际化的感觉。我觉得热烈的邀请汤豪跟我有音乐上的作品演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五 G 吧，那个五 G 大于他。五 G 男的五 G 跟女的五 G 是不同的感觉，你知道女的就是比较走就是放电，男生就是我负责电男生，他负责电女生，刚刚好，同胞。通包。最近应该没有，但是随时可以 follow 我的那个 Facebook， 都会有很多公开。哎，最近那个活动啊，最近那个活动，你们有说是什么吗？没有。最近那个活动，大家可以来看，在巴德路上的一个蛋里。巴德路上的一个蛋里，如果想要锁票的话。我不知道哪里锁。对，巴德路那个蛋里面，过几天表演哦。巴德路那个蛋。谢谢。我没讲。好好好。